阿姨，小姨，你回来了吗？哎，我的辛苦了。哎呦，辛苦了。到出门晒太阳去。你睡那么多啊？啊，然后今天有一个爷爷，我去一个爷爷家，他让我以后就去他家去收，然后就不用去山上收农村。哎呀，去那里然后以后就很方便了。啊，真的，他有睡那么多，辛苦了。晒一下头发这个是你一只，这个不是吗？哎阿姨，你在洗衣服呀？哦，我在洗衣服。你怎么不用洗衣机洗呢？哎呀，拿手洗而已，我那个机油水嘛。你看衣服又洗又白，不晓得咋回事呀？你用的什么洗的呀？我不是给你送那个绿色的吗？啊、这个啊，我有的噻。这个是那个消毒水、啊。这个不是洗衣服。这个是消毒水。哎呀，我也惹不到这，你看我洗了好久了，又洗又。你看你的衣服的东西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个是洗衣板，不是那个才是洗衣液，那个才是，我以为是这个。没事没事，还可以补救一下啊，还可以补救一下，等它晒干了再看嘛。阿姨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哎呦，仙女，你比就变得好看了吧？哎呦，好漂亮了！又变成一件新衣服了。以后我洗衣服注意的哈。没事啊，你染的还挺好看的。哎呦，外之音，我的有口心，我离不开大林根。